欢迎光临。今天敞开了吃，你最好能吃成就像年画里边那个胖丫头那样，我开心。坐。服务员点餐。在我有限的胃容量里，我到底能吃多少好吃的？想吃什么都点，吃不了我吃。那等你这句话。好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好，还有这个，好，这个，好的，这个要两个。哎，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。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？哦，不是，都是我吃，我吃不下了他才吃。对，我吃剩下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对，谢谢。哎，你看他们吃饭都得先拍张照片，要不然咱也走个形式。我拍你。你看。啊。我们俩一起拍。行，要不要修一修啊？能修了吧？这已经很完美了，我看看。我完美吗？哎，等会儿啊，电话。夏夏，怎么了？米卡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能来找你吗？我现在非常暴躁，极度需要人说话，我要爆炸了！我现在打车去你家。你怎么了？那变态又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这他们不比武结束了吗？舒文波呢？别跟我提舒文波，我必须现在马上见到你，立刻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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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外面吃饭呢，我马上打包回家。走吧，小夏找我有事儿。怎么了？肯定是跟舒文波有关。嗯，服务员刚才点的餐打包。啊，好的。这顿饭我非得让舒文波给我赔过来。这小子。看来这个舒文波恋爱方面的业务确实还差点意思。哎呀，这菜热的颜色都变了。你今天怎么在家呀？今天不是作死吗？就是休假。休假，休假，他还拒绝我，你说他为什么呀？我吃东西，我不吃，我气死了。这挺多说明呢，这个舒文波吧，他的确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没什么经验啊。那邢可给还说他是第一次呢。那我就是第一次啊。再说了，这世间能有几名我这样绝美的男子？怎么了？你男朋友夸自己。真是不遗余力啊！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，有没有心情好一点？快吃东西啊！又怎么了？为什么舒文波这样吧？我作为队长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，还你一个颜值、智商。情商三高的男朋友。行吧，高兴点吧。让他去治他啊。没事。好不容易放个假，我成电灯泡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知道干嘛来吗？晚上回队里，我打你的车。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？老好批评我了。问一下啊，
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？你们都干什么了？没干嘛呀，电影是爱情片，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，座位也很好啊。谁问你这个了？干什么了？有没有牵手？那你买了几桶爆米花啊？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？是这样的，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两个人一起吃。走了吗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后来比武结束后，你又干什么了？庆功宴结束以后，我就跑出去约小夏吃晚饭，小夏可高兴了，她说随便吃点，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，我说太晚了，那肯定影响休息，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，肯定会感冒，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。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人没了。不是你这么怕她冷，你怎么不带她去蒸桑拿呢？行了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别跟你笑了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做错了，哪儿错了？你甭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就是错了。我，哎，正好，外边下雨了，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，赶紧买把伞，去接小夏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的。现在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快点，走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？宝？哦，变废为宝。哎呀，这小子，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。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。照这情况，我还真得关注关注，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。这个样子很像队长啊。是吧？是吧？买了两把伞哈。我们两个人啊，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，我回队里打一把。哦，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？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？那我就再去买一把。给我坐呀！啊，伞给我，走吧。啊？接小夏，快下班了。行行，我走了走了。走。真是块木头，我的天哪！但我觉着吧，他可能就是慢热，说不定以后就好。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你说小夏，啊，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，全台的人都能看见，这多高兴啊！我怎么觉着不一定？不高兴吗？小夏走路真快啊！我去洗手间。你又干嘛了？我没干，我给他打伞啊。你怎么打的？他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他在伞里边，我在伞外面。怎么了？给你一把伞，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。或者这样，哦，就这样，伞小，万一你雨大点，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？没有万一。啊？坐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那你看啊，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，想牵手，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？
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，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那你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还有啊，我觉得他还没明白。这么说吧，你们是情侣，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，你就陪他去做，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。还有啊，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，你当天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队长。真明白假明白啊。我要回家了。我送你。不要。要的要的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学得挺快。青出于蓝，那以后我也这样。我不行。哎，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？我们的饭被他们俩搅黄了。咱还有两天假，要不然出去玩？我明天上班。后天。我觉得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，好像挺难的。也是，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。之前郝队跟我说过，我还没在意，但现在看来真是这么回事。后天我们去海边吧。好。那你明天在家拖地、洗衣服、收拾东西，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。收到。思念分一半，比较容易承担。耳边你的。走吧。走。不祝福我今天不加班啊。祝福你。哎。走了。吴克明都承认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，手上有好几条人命，最近突然间跑回国来，省公安厅高度重视，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。他已经回到了鹿城。你看，是个狠角色啊。所以刑警需要我们支援吗？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，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，在闹市区。明白了，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。嗯，你们赶快集合上车，向我路程，路上可以讨论。好，明白。队里今天有事儿，不回去了。米卡，你先下楼吧。哦，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。我有点事儿，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，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，快去。好，越快越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记得提醒主任，下午还有会议。好的。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，病人带着呼吸器，请校准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。隔什么离？防护服。米卡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还有点发烧，其他没什么了。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，已经充好电了，开机就能用。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给我发信息。对了，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，自己烧点热水喝。快出去。你别怕啊，
那么多人，只有你中招，没那么幸运。快走了。打电话。我被隔离了。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，我今天就发烧了。当着同事的面，我不能说害怕，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？夏夏，我被隔离了，祝我好运吧。降到36.5度了，你要不要让魏主任他们过来看一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了？注意，吴克明随时出警。大概怕孩子饿了，刚才点了点外卖。他就没打过电话？有问题。警察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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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武器，吴克明，你这么在意自己的小孩，你真的希望在他的童年里有这样一段血肉模糊的记忆吗？你真的甘愿他们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面活一辈子吗？这么可爱的小孩，你不想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？为了你，为了你的家人，放下武器了。
走。还有任何不舒服，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。你自己可是医生，千万别掉以轻心。知道了啊，我忙去吧。有事打电话啊，拜拜。明凯，你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不舒服了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就还有一点点头疼吧。我还有点头疼，真没事了。没事。那新科也知道你病了吗？嗯，他不知道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给波波打个电话，我得问问他。怎么还关机呢？估计还忙着呢吧。任务还没完。走吧，先送你回家。你胳膊放里头，嗯，别着凉。那你安心睡会儿，我就在客厅里有事讲了。啊，嗯，辛苦。米卡，米卡，嘘，小夏，米卡，米卡病了，严重吗？有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人去他们医院了，整个急诊都被封闭了，米卡在里头，生病了，发烧了，也被隔离了，今天傍晚烧刚退，放出来了，这会儿在上面睡着呢。你好好照顾啊，我走了。熬了粥在锅里。好，谢谢。
知道你被隔离了，是不是很害怕？我不害怕，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有一点点害怕被感染，后来其实我更怕的是你出任务有没有受伤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坐。宝贝，就是发个烧而已，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。你说你发烧也不和我说一声。我确实给你打电话了，你手机关机，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你出任务，我就不敢告诉你了，我怕你担心我。我其实挺愧疚的，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。没有，你之前和我说让我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，把最脆弱的一面留给你，但你也得一样。怎么现在这么会说话呀？起这么早啊？哦，我去上班，不早了也。上班这不休息吗？没事，我怕医院人手不够，我去看看。那你吃个饭吧。我去医院吃啊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吃完饭再走，我送你。明天休息吧。啊。明天我们好好待一天。好啊，那我走了。嗯，你回去路上慢点啊。准备的有点太多了吧？啊？明天去海边，这路程这么长，不得吃点东西，万一你饿了。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你这算不算将功补过啊？我只是单纯的宠女朋友，没有。对了，我找了一家餐厅，一个挺好吃的海鲜烧烤，我们明天晚上就吃那家，好不好？行，都听你的。到了以后能不能先吃饭呀？我饿了。谁让你睡懒觉了？你先吃点这个，来，你干，垫一口。不是，等着吃海鲜吗？是不是你？
好，收到。快掉头吧。对不起啊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了，你是警察，你还能因为跟我谈恋爱违抗命令吗？这两个人的世界，一个人过，这话说的真没错。接一下，陈总啊，陈总！我的妈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这不是为了安慰你被邢克磊三番五次放鸽子的受伤心灵吗？舒文波不也一样吗？嗯，那可不一样。他昨天陪我玩了一整天，我们还看见了超美的夕阳。回去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天晚上咱们那个。吃火锅，喝啤酒，不醉不归啊！嗯，干杯，干杯。嗯，火锅烧烤配冰啤酒，太爽了，爽。嗯。唉，11点，怎么啦？担心邢克磊呀？你不担心舒文波？当然担心了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我们两个偏偏爱上的是两个特警？你和秦克磊之间没事吧？没事。就是我最近突然才认清一个现实。什么现实？我们俩的职业都太特殊了，时不时的加班，时不时的有突发状况，就算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有可能也很久会不见面，就算见了面，有可能就只能打个招呼。我们这样能长久吗？那我还不是一样吗？那舒文波也天天放我鸽子。那特警队简直就是两个专业户。我要有你的心态就好了。你真的是，只要决定了，就向前冲。那你得向我学习啊！你想的少一点，快乐就多一点。嗯，想的少一点，快乐。好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嗯，回复了。嗯，大家好。
这周末有空吗？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个钻戒？我相信你的眼光。你要求婚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心机？您还真是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我打算把我之前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。行，我帮你。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戒指呀？钻戒。先生是求婚吗？嗯。预算是多少呢？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就是要特别一点。好的，这两款就很特别，也很好看，先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钻戒只要够大就够特别。好像也没毛病。他不一定喜欢这种浮华的。哎，要不你问问米卡，看看小夏平时有没有跟他说过喜欢什么样的。行，我问。稍等一下。因为秦格磊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，他如果出国的话，还要申请报告。如果有临时的任务，还得取消休假。而且我听说艾伦医学中心的课程是非常满的，是这样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少君，等我一下。这件事情呢，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对你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。不要仓促做决定。好的，赵润。走了。就看看他戴哪个好看。我觉得他戴哪个都好看。先生，我们其实还有这个系列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结婚对戒和钻戒是一个系列，现在三个加起来还不到30000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行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。哎，你帮我试试吧，我看两个放一块好不好看。你不是说他戴哪个都好看吗？你手指头细，正好能戴上，我就看配不配。你正好把那个钻戒你也戴上。嗯，行吗？哎，还行吗？还挺配，是挺好看的。拉着小心，你看拉手上去，是吧？是不是还挺好看？拉手。这个系列现在很优惠的，三个加起来还能再打折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可以，那行，那就这个吧。啊，好的，那这个手寸您可以，您未婚妻的手寸是什么呀？哦，您帮我看一下，他平时这个戴无名指，这个戴中指。好，就这个大小。请稍等。可以啊，现在心这么细，我
为这事儿琢磨好久了，有诚意吧？先生，这个请您收好。行，谢谢。您看一下，如果这个系列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给您包起来了。这三枚现在可以打95折，如果您再多买一样，就可以打88折。您要不要考虑再多带一样东西啊？像龙凤镯、项链、婚礼都是用得上的。这个就不用了吧？您说打88折？对。便宜了挺多钱的。我找他们评个单。哎，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？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。人米卡对你那么好，你不给人挑个戒指，你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？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。你等会儿，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？求婚肯定是要求的。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，不是？你是不是有点托呀？是你买是我买？我买，我买。是这样吧，你挑个项链，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。他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。嗯，好的，请来这边。少主啊，哎，有值夜班啊？没有，我整理一些病历，等会儿就走。啊，这怎么了？看着挺憔悴的，不像平时的你。没有，我还没跟秦鹤来说呢。他这几天一直在队里，也没见到他。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，别打电话。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申请上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应该早点跟他说。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很不尊重他。也是，要不这样，我帮你跟他解释一下。不用，我还是我自己讲比较好。哎呦，状态不好，值完班早点回去休息。谢谢少帅。没事。
喂，雨涵。哦，你到了。好好，我马上下来，你等我一下啊。笑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克磊跟米卡求婚了，然后你今天又跟我说要跟我在一起，你说是不是我妈摆桃花阵啊？你问问他，克磊要跟米卡求婚吗？对啊。那去艾伦中心的事儿，他俩商量过了？什么艾伦中心啊？艾伦医学中心啊。一个住院医的培训计划嘛，我推荐了米卡，他也通过初选了。啊？哎，姐，怎么了？克磊，你到这儿来一趟，很急。邵雨涵，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光想跟你专业有关的事儿是吗？其他的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其他。哎，难道我推荐米卡去这个专业医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错呀，这个对他的未来有很大的好处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米卡走了以后，他很有可能跟我弟就像当年的你跟我一样？估计是舒文波把小夏的戒指放他这儿了，怕被小夏看见。小夏也算修成正果。喂，小夏，米卡宝贝，给你看。怎么样？舒文波求婚啦！他还偷偷去买了钻戒。是信号不好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没有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跟你说，我说他求婚了，是他买的钻戒。还说，他说买不起太贵的，他亏待我。亲爱的，恭喜你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你说，明天咱俩约一下庆祝一下啊。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
确实是我推荐米卡去的，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。今天是通知他过了初选，后边还有一个视频面试。可是他也没跟我说呀。哦，可能他觉得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吧，而且通过率很低，没提前跟你们打招呼。 我姐说，要2年。嗯，这一开始的培训是2年，他如果成绩优异的话，可以再额外去申请一个3年的高阶计划。这加一块就5年了，挺辛苦的吧？克磊，你跟米卡不是一直都挺好的，也没什么矛盾。 米卡又挺直接，心思又简单，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呗，别藏着掖着。干嘛去啊？回家。你刚才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跟他说，不是米卡去上学了，他们两个就要分开，不能带着这种假设去这么想问题。 你跟他说去，我去。你去啊？我不去，我。春阳的光辉洒过夏至上的蝉鸣，是穿透时光的约定。我会带着深深眷恋，守候在永恒里。 去找你了吗？ 他知道我要去国外的事儿了，是吗？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去找他。 我不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，但我也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第一，我没想到自己能考上，但的确。 去研究所是我的梦想，可是当我知道我自己考上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开心。我更害怕跟你分开，所以我决定不去了。我明天会跟邵主任说的。商量商量。 谁跟你说你出国，我们俩就要分开了？
您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？我们俩都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了，还有什么让我们分开？所以你是愿意让我去吧？那还是不愿意。我就想把你锁屋里面，哪儿都别去。我不想让你去的原因吧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在国外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也没人照顾，你怎么办呀？但转过头来一想，如果换过来去的人是我的话，你肯定会同意，是吧？是，但我也会舍不得。可我真的不想让你后悔啊！这毕竟是你的梦想，我也想让你去看你吧。所以，这个是给我的吗？陈吧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想问问你，要不然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。但突然出了这么个事儿，我心里还是挺乱的，不太敢告诉你，我就怕你有压力，因为我求婚就放弃了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。反正你也看见了，怎么打算？辛克雷，哎，你愿意娶我为妻吗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你都会爱我，照顾我，尊重我，接纳我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伸出小指跟我拉拉钩，等我两天之后回来，你给我一个正式的求婚仪式。作为警察，我的立场坚定，我等你。秦队长，你跟舒文波什么时候到啊？啊，这种日子再迟到不合适了啊。哎，快了快了，在路上了，你们得多多体谅人民警察呀。知道啦。你觉得这件好看吗？会不会有点老气啊？嗯，好像有一点，你要不然再看看别的。嗯，你能帮我拿这件试一下？好，是这件吗？对对对对，谢谢啊。我觉得这个好看，是吧？嗯，我也觉得这件好，那就这件吧。
好的，那就这件大小很合适。那我给您看一下尺码，就按这个尺码下单定做。您稍等，我给你拿单子来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们真不在这儿摆喜酒啊？嗯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所以打算回老家办喜酒。嗯，但我们决定呢，在这边把婚纱照给拍了，然后弄一个小酒会，请一请同事啊、朋友什么的。然后婚礼就回他老家办了，我父母也同意。哎呦，像公主一样宝贝的阮晴霞，怎么现在这么善解人意啊？他是老实人，不想贪难办。哦，他是老实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也是。你真是爱他爱得要死啊！嗯，好，我知道。哎，他们到哪儿了？在路上。在路上。刚才那件婚纱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你结婚我试什么婚纱呀？那反正有时间没事干，你就试试嘛。别看邢克磊放你去进修了，看他想娶你的心一点都不比舒文波差，你就去试试嘛。我就想看我的好姐妹穿上婚纱好不好，你去试试嘛，试一试。不要再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你不要再撒娇了，恶心。傻了吧？小夏让我试着玩的。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呀？后悔答应你，让你出国进修。可是我面试都过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走，但必须是以我邢克磊女人的身份证。